开始了，加油30秒。啊，我不行，我真的不行，你抽筋了，等一下。啊！10秒，一、三、不行。八、三、不行。六、七、十，好。弱小无助想回家，前面拉筋的时候我感觉我要过去了。哎，我的妆没化吧？哎呦，哎呀，那个腰小个血气个什么料。老了。是我们接下来要今天练习一下棒的抛接，就是小的，就是小的抛接，然后要快，就是抓，要在它到你手之前去抓住它。对，因为我会怕。手腕，对，然后一压就去抓，对，你可以先看着棒，就是一定要在这儿出手，往上的这一下，放手，然后去抓住。然后右手左手，然后这只手做往外的，对，就是可能也是第一次尝试去练习棒，所以说在练习过程中就是他可能也是比较害怕有些抛接的时候。呀，没事吧，打到脸啊，毁容了。完了，我棒打的玻尿酸毁了。退赛了，不。救救我吧，就我可能对他有恐惧，就是本来抛上去然后再看他再接，但是我老怕他打到我头，所以今天不是很顺利。嗨，老师好，我是杨子。我只有在奥运会的时候看过别人跳，就感觉特别难，所以希望能选一个稍微简单点的。就我还真考虑这个问题，我想了很久，就好像没有任何一个项目，我说要不然举重什么标枪可以尝试一下。那就跑圈开始吧。啊？咋上去跑圈了？你踢屁股了，尽量颠着脚跑，然后一直胳膊这样画圈。哇，你累呀这个。再跑快一点。加油。绷脚，控制。一、二、三，对，这样好的。不行，这也太累了。不行，循序渐进可能得。行，这也太累了。那坐点飞机放松一下吧，你趴趴着。预备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还有五个。好、I'm okay。 然后做十个。太不容易了，我觉得就是两个字概括自己，绝望。再不能美美的了。你好，老师好。你好，下午好。我是陈小云。啊，你好。要往上。艺术体操非常美，也是我很小很小时候的一个梦想。我从小学舞蹈的这个柔韧度还是可以的，童子功还是留下了那么一点儿。抱腿可以吗？前腿行。我跳过芭蕾舞。
软度啊，技巧啊，就是7年的基础训练堆积起来的。但是器械上的技巧就是我刚刚接触的，就是这种滚啊，这种球经常就没了。然后教练满屋子捡球，我就在这练。这个就比如说，对对对，眼睛一直跟着球，跟着球，对。左边溜。往后转。哎，我的妈呀！哎、这个不行，害怕。累。来吧。对对对，然后要站起来。因为这没有，就是没有震一下。对对对对对，所以不会很好，因为你的器械得在。哦，有没有这种呢？把它扔出去，然后我做一个。那就是这样。然后它会回来。可以。对对对对对，难度就是跟那个器械的配合。如果你想要掌握好那个器械的话，一定要跟它产生感情。要不然这样吧，你就是抛平转，平转接住以后再来一个平转。好的，接住以后，然后直接。啊，圈，对，直接做那个饭，对，然后拿好圈，对，绊住，然后上来，对，然后，对对对，往外，手往外转一下，接住就行，就是接住，对 ，OK， 今天就到这，今天你就把这一段练好，然后这一段高潮就正好完成。罗一田成套目前是所有手中最难的一个，虽然难度很大，但是我觉得以我的能力的话还是可以把它压住的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然后平衡几圈，一圈就够了啊。你右手是直的啊，右手直的啊，右手这样，对，你要是弯手容易打胳膊肘。一啊，哎，我还是直的，没直吗？没直，这样呢？今天比之前要求高了，之前只是把动作捋完，然后今天是把动作做得好看。对，站稳，站稳，往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。转身插棒，我还没插完就开始了。前面还行，就是拿棒抓棒的时候不及时。对，因为我的手指不太灵活。我以前学吉他的时候，就因为手指不太灵活，然后放弃。